半篇，陈玉珊率王大陆搞。校园爱情新片有一种喜欢在台上映，令不少人联想起陈玉珊的《我的少女时代》。握有版权的华联电影力邀导演陈玉珊、率王大陆等原班人马加入《少女二》的拍摄未果，陈玉珊到底在忙什么？原来陈玉珊暂时没空管《少女二》，是因为她早已秘密筹备新电影案。据悉，她将开拍改编自日本漫画的《恶作剧之吻》电影。陈玉珊从电视制作人跨足导演领域拍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，以8500万预算卖出全球25亿的票房后，个人声势水涨船高，两岸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，并成立京腾娱乐担任 CEO， 创业做电视剧《狼殿下》，促成旗下两张王牌王大陆和郭书瑶的合作，尚未播出，已备受各界期待。